没有在云台的我以及 Fluffy 的 Sylvia，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生四的咖喱，正在等待一个张婉莹。张婉莹在哪？是人称大碗。张婉莹怎么办？张婉莹，谁？你的云台借我。我不，我要在那。我没有在云台，我的云台是跟大碗的上一模的。然后我的云台是大飞机，你知道吗？我对你觉得在开心，我对。哎，那个跟随模式啊。没有模式，不是。没有云台，一切都是晃动，但是我现在打光机是。超级好吧，没有网，显示不出来，没知道，没有网。